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娅。前段时间被金钱豹刷屏，今天来了兴致，画个不一样的小豹子。我们开始吧。一个可爱的小豹子大体就出来了。请问小豹子的怀里抱着的是什么呢？弹幕走一波。大家觉得这个小豹子可爱不可爱？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下。好了，一个怀抱大橘子的小豹子就画好了，祝粉丝朋友们大橘大利，感谢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支持下，你们的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哦。